作为娱乐圈有名的星二代，陈飞宇年纪轻轻就进入了娱乐圈，17岁就拍摄了人生中第一部电影，21岁就已经作品无数。近日有媒体曝光了一段陈飞宇的拍吻戏花絮，网友们都被他娴熟的吻技惊到了。视频中身穿白色上衣的两人站在一棵树下，情到浓时相拥而吻。虽然拍摄的机位距离两人很远，但网友们还是清晰地看到了陈飞宇娴熟的吻技。由于对方过于熟练，被吻的女孩子张静怡被亲到耳朵都红了。一番热吻过后，陈飞宇温柔地贴上了女孩的额头，深情地与她对望了起来。如果不是因为两人正在合作新剧，相信很多人都会误以为两人私底下正在热恋。陈飞宇拍吻戏的视频被曝光后，很多网友都疯狂留言，表示自己被他狠狠地撩到了。还有很多网友称赞两人郎才女貌，这样的组合很养眼。小时候的陈飞宇胖乎乎的，经常被人称赞可爱，因为一场胃病他才瘦成了如今帅气逼人的模样。作为大导演陈凯歌的儿子，陈飞宇并没有刻意蹭父亲的热度，反而踏踏实实，经常被同事称赞很敬业。拥有如此优秀的儿子，相信陈导的内心深处一定非常自豪。